今天的影片将会教你如何利用免费的工具 systemme.io 来制作你的行销漏斗网页。你将会学到三样东西：第一，什么是行销商品漏斗；第二，如何在 systemme.io 里面增加你的产品；第三，如何把产品放入行销漏斗里面。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我的频道是介绍现在最前沿的网络销售、网络工具、网络赚钱的方法。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欢迎你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今天我会用我已经做好了的 template 来做一个示范，你只要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就可以完全复制这个销售页面。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你就会来到这个页面。只要你填上你的电邮，然后回去电邮那里再确认就可以了。当你进入你的账号，在 Funnel 里面，你就会看到我已经做好了的 Sales Funnel， 这个 Christmas。 我们这个产品有两个款式，一样的价钱。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加入，点击右上方的 Product or Sales， 然后 Physical Products， 点击 Create， 然后把名字放上去，然后 Save， 然后你就会来到你所创建的产品页内页。在这里你可以设置它的类别，比如颜色、款式。因为我们这个水壶有两个颜色，所以点击 Add Attribute， 然后填上 Colors。 在颜色这里我们加上绿色和蓝色。接下来我们可以到 Order Form 这里加上我们的产品，在 Resources 点击这个加的图标，然后 Resources 选 Physical Products， 在下一个选项我们就选我们刚刚填上的产品，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设定它的价钱，同样的点击右手边这个加号，点击 Click here to create a new one， 我们给这个价钱放入一个标题，比如说一个 Yoga Thomas 水壶。下两个也把它一样的名字放上去，然后 type 这里选 one shot， 点击 save。 现在我们已经把 order form 搞定好了，搞定 order form page 后，我们就会把最后的 thank you page 做上来。如果没有做这个 thank you page， 这整个 sales funnel 是不能走的。这里有一个感叹号就是要你设置的，点击这个 thank you page， 这里也会有很多个 template 让你选，选一个后你会看到左手边这里的感叹号会不见了，就表示整个 funnel 是已经可以用了。我们点击这个进去 editor 看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 logo 换成我们的 logo。整个 Thank You Page 的目的就是要通知你的顾客，我们收到了你的订单，让顾客放心。你也可以在这个 Thank You Page 这里放下你的社交媒体连接，叫顾客跟踪你们的社交媒体。把最后的这个 Thank You Page 弄好后，点击 Save Changes， 然后 Exit。回到这里，最后一步就是点击这个绿色的 Save 按钮。现在全部东西都已经做好了，只是欠你的 payment gateway。 你可以点击这个 order form， 可以看到这里显示你还没有把 payment gateway 给连接上。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下一集我将会教你如何把 payment gateway 给连接上，连接后就可以开始把你的 sales funnel 推出市场，开始卖你的产品。现在 systemme.io 暂时只有 PayPal 和 Stripe 的支持，如果你说你的顾客是用 online transfer 给钱的，那怎么办呢？下一集我将会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如果你想知道 systemme.io 是什么，你可以看看这个影片，里面我有介绍 systemme.io 是什么东西。OK， 我们下一集见。